三昧十千名第三十八支一八十世尊在摩揭帝国阿兰若波罗蜜多中不光明殿坐莲花藏十字之座妙无界满热心涌觉到无相法住于佛住的佛明的道无障处不可转凡所行无碍力不思议不见三世生恨重遍一切国土知和明达一切诸法了一切心尽一切无能测身一切菩萨等所求之道我无若究竟彼岸具足如来平等解脱证悟中遍佛平等地心与法界等虚空界彼不可说百千亿那由他佛刹为真实菩萨摩诃萨具皆一生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各从他方种种国土而供来及其具菩萨方便智慧所谓善能观察一切众生以方便力调其调伏诸菩萨法善能观察一切世界以方便力不解妄以善能观察涅槃境界智慧诸量用力一切悉论分别论修妙悉无有间断善能深受一切众生善乐无量诸方便法施诸众生广获者要人不坏业过甚至众生心识诸根境界方便种种差别悉能受持三世佛法真得解了不为他说于是诸事无量诸法皆生安住自己真实以有为无为一切诸法即善观察之无有以一念中悉能获得三世诸法所有智慧一念念中悉能实现真的真觉令一切众生发起真道理众生心之所愿悉知一切众生境界随入如来一切真谛何不舍菩萨心诸所作业智慧方便而无所作为因以众生诸无量劫而于阿僧祇劫难可知语传真法轮教佛众生皆不当现三世诸佛心净心愿悉以具足成就如是无量功德一切如来与我辩解说不可及其名曰不现菩萨不言菩萨不化菩萨不慧菩萨不见菩萨不观菩萨不闻菩萨不着菩萨不从菩萨不觉菩萨如是等事不可数百千亿那由他佛刹为成熟见悉成就不现心愿深悉大愿皆已圆满一切诸佛诸行是出悉能往于今转法轮善能受持诸佛法言不得一切诸佛众心善知一切诸佛行识受记此地名号国土真等真觉穿越法轮无佛世界现身成佛能令一切杂染众生皆悉清净能灭一切菩萨业障如于无碍清净法界二十不邪菩萨摩诃萨如光大三昧彼佛化庄严如此三昧是十方所有一切世界六种十八相同诸大音声彼不解闻然后从其三昧而起二十不为菩萨之中以及闻不见菩萨言佛此愿为言说何等为菩萨摩诃萨以何等为其德相何等为心何等为善知识何等为清净净何等为心得安隐何等为成就众生何等为戒何等为自知受持何等为若菩萨何等为如如来何等为如众生心系
何等为若世界，何等为如界，何等为说三世，何等为智三世，何等为法无边缘性，何等为常遍智，何等为陀罗尼，何等为眼说佛，何等为法不现行，何等为不现行法力，何等故而起大悲，何等为法菩提心因缘，何等为于善知识其尊重心，何等为清净，何等为诸般若蜜，何等为智随觉，何等为真智，何等为律，何等为平等，何等为佛法是依据，何等为说法，何等为智，何等为辩才，何等为自在，何等为无着心，何等为平等心，何等为诸善智慧，何等为变化，何等为临时，何等为得当行为，何等为深入佛法，何等为意志，何等为法无为心，何等为法无疑惑心，何等为不思议，何等为巧迷语，何等为巧分别智，何等为如三昧，何等为遍如，何等为解脱门，何等为神通，何等为彼，何等为解脱，何等为愿力，何等为宫殿，何等为所得，何等为庄严，何等为法不动心，何等为不舍身大心，何等为观常，何等为说法，何等为清净，何等为因，何等为智光照，何等为无等住，何等为无暇列心，何等为如上增上心，何等为如不上不低如海智，何等为如宝珠，何等为宝如金刚大神是圆心，何等为大八戒，何等为究竟道士，何等为不坏心，何等为受记，何等为善根回向，何等为自智慧，何等为法无边广大心，何等为不增，何等为律理，何等为自在，何等为无碍用，何等为众生无碍用，何等为刹无碍用，何等为法无碍用，何等为身无碍用，何等为缘无碍用，何等为境界无碍用，何等为智无碍用，何等为神通无碍用，何等为神力无碍用，何等为力无碍用，何等为游戏，何等为境界，何等为力，何等为无为，何等为不共法，何等为业，何等为生，何等为身业，何等为身，何等为欲，何等为修修欲业，何等为得受苦，何等为成烦恼事，何等为心，何等为法心，何等为周遍心，何等为诸根，何等为身心，何等为增上身心，何等为精修，何等为决定界，何等为决定界如世界，何等为决定界如众生界，何等为习气，何等为趣，何等为修，何等为成就佛法，何等为退失佛法道，何等为离顺道，何等为觉离法，何等为诸圣佛法道，何等为大丈夫名号，何等为道，何等为无量道，何等为诸道，何等为修道，何等为庄严道，何等为住，何等为说，何等为不，何等为藏，何等为心，何等为比迦，何等为其中，何等为受，何等为眼，何等为耳，何等为鼻，何等为舌，何等为身，何等为意，何等为心，何等为住，何等为坐，何等为卧，何等为不坐住，何等为说心处，何等为观察，何等为不观察，何等为分虚，何等为实字后，何等为清净时，何等为清净界，何等为清净人，何等为清净清净，何等为清净定，何等为清净慧，何等为清净智，何等为清净悲，何等为清净喜，何等为清净舍，何等为意，何等为法，何等为不得诸道具，何等为智慧诸道具，何等为明就，何等为求法，何等为明了法，何等为修行法，何等为摩，何等为摩耶，何等为舍利摩耶，何等为见佛，何等为佛耶，何等为
为半夜，何等为智夜，何等为摩梭奢侈，何等为佛所奢侈，何等为跋梭奢侈，何等为诸斗率天所作业，何故于斗率天宫摩，何故现出胎，何等为现为息去，何故现出生，何故现为求，何故是现其不，何故现童子地，何故现出雷公，何故现出家，何故是故心，云何往矣道场，云何作道场，何等为作道场，是其德相，何故是相末，何等为人如来理，云何转法轮，何故因转法轮得拜金佛，何故如来因转等觉是般涅槃，善哉佛子，如是等法愿为言说，尔时不屑菩萨告不畏等诸菩萨言，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迷，何等为是所谓一菩提心，为一恒不忘是故，一善知识为一和合如一故，一善根为一修集增长故，一般若迷为一具足修行故，一一切法为一究竟处理故，一大愿为一增长菩提故，一诸心为一不解成就故，一一切菩萨为一同一智慧故，一供养诸佛为一信心清净故，以一切如来为一，如此不教诲不断故，是为是如诸菩萨安住此法则，得为如来无上大智。所以诸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智德相，何等为是所谓一切善根生智，善根相与一切善根生菩提种子相，与一切众生生菩提心相，与一切缘生自缘相，与一切法生处理相，与一切心生自心相，与一切法生佛法相，与一切语言法生语言道相，与一切佛生慈佛相，与一切如来生无若相，是为是若诸菩萨安住此法则，得无上三教相。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心，何等为是所谓一切众生心不离正数故，一切求法心心心修学故，一切善根心心是增长故，一切三昧心一心不乱故，一切智慧心无不了知故，一切修行心无不能修故，一切佛刹心即是庄严故，一切善有心恭敬供养故，一切如来心真中真实故，一切如同心变化自在故，是为是若诸菩萨安住此法则，得如来无上大智慧心。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善知识，何等为是所谓令诸菩提心善知识，令身善根善知识，令心诸波罗蜜善知识，令解说一切法善知识，令成受一切众生善知识，令得决定辩才善知识，令不着一切世界善知识，令于一切皆修行无厌倦善知识，令安住不现行善知识，令入一切佛之所入善知识，是为是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清净境，何等为是所谓教化一切众生清净境，深入一切法清净境，见尽一切世界清净境，修行一切菩萨所学清净境，灭除一切众生恶清净境，实行一切善恶道苦清净境，摧破一切众魔清净境，愿为一切众生所清净眼清净境，供养一切诸佛清净境，令一切如来皆悉欢喜清净境，是为是若诸菩萨安住此法则，得具足如来无上清净波罗蜜。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心的安因，何等为是所谓自诸菩提心，以当令大诸菩提心心的安因，自究竟离本真，以当令他离本真心的安因，自离本于法令令他离本于法心的安因，自勤修善根以令他勤修善根心的安因，自诸般若蜜道以令他诸般若蜜道心的安因，自身在佛家以当令他身于佛家心的
爱因此生如自性真实法，依令他如自性真实法心得爱因此不毁谤一切佛法，依令他不毁谤一切佛法心得爱因此满一切智菩提愿，依令他满一切智菩提愿心得爱因此生如一切如来无尽智障，依令他如一切如来无尽智障心得爱因此为是罗哲菩萨恨诸子玛哲得如来如上大智安因我自菩萨摩诃萨有是众成就众生何等为是所为亦不是成就众生亦色身成就众生亦说法成就众生亦同心成就众生亦无染著成就众生亦开示菩萨心成就众生亦自然实现一切世界成就众生亦实现佛法大威德成就众生一种众生都变现成就众生一种种微迷善巧方便成就众生是为是菩萨以此成就众生皆佛子菩萨摩诃萨有是众皆何等为是所谓不舍菩提心皆愿力而身体皆观察利益一切众生皆令一切众生诸佛法皆修一切菩萨所学皆离一切法无所得皆以一切善根回向菩提皆不着一切如来身皆是为一切法力去着皆诸根离一切是为是若诸菩萨安住此法者得如来无上广大皆般若蜜多时菩萨摩诃萨有是众受记佛菩萨以此自知受记何等为是所谓一殊胜依法菩提心自知受记永不言说诸菩萨心自知受记诸一切皆心菩萨心自知受记修一切佛法自知受记与一切佛教一向深信自知受记修一切善根皆令成就自知受记知一切众生与佛菩提自知受记与一切善知识和合无二自知受记与一切善知识及如来相自知受记恒勤守护菩提本愿自知受记是为是佛子菩萨摩诃萨有是众如如诸菩萨何等为是所谓如本愿如心如具如诸般若蜜如成就如刹别愿如种种皆如庄严佛土如胜利自在如是现受身是为是菩萨以此般若三世一切菩萨佛子菩萨摩诃萨有是众如如诸如来何等为是所谓如无边尘尘皆如无边转法乱如无边方便法如无边差别因身如无边调伏众生如无边胜利自在如无边种种差别身如无边三昧如无边离无所谓如无边实现涅槃是为是菩萨以此般若三世一切如来佛子菩萨摩诃萨有是众如众生心何等为是所谓如一切众生过去心如一切众生未来心如一切众生现在心如一切众生善心如一切众生不善心如一切众生心心如一切众生根心如一切众生戒心如一切众生烦恼习气心如一切众生教化调伏是非是心是为是菩萨以此般若一切诸众生心佛子菩萨摩诃萨有是众如是界何等为是所谓如然世界如今世界如下世界如当世界如未成众世界如未起世界如佛世界如阳世界如有佛世界如无佛世界是为是菩萨以此般若十方一切世界佛子菩萨摩诃萨有是众如界何等为是所谓如过去界如未来界如现在界如可数界如不可数界如可数界即不可数界如不可数界即可数界如一切界即非界如非界即一切界如一切界即
悉地念是为是菩萨一字不漏一切皆佛子菩萨摩诃萨又是众说三世何等为是所为过去是说过去是过去是说未来是过去是说现在是未来是说过去是未来是说现在是未来是说过去现在是说过去是现在是说未来是现在是说平等现在是说三世即一念是为是菩萨一次不说三世佛子菩萨摩诃萨又是种子三世何等为是所谓知足安利知足欲言知足单一知足规则知足正位知足知理知其强名知其无尽知其尽灭知一切空是为是菩萨一次不知一切三世诸法佛子菩萨摩诃萨法是中无比言行何等为是所谓供养一切诸佛无比言行亲近一切善知识无比言行求一切法无比言行体闻正法无比言行宣说正法无比言行教化调伏一切众生无比言行知一切众生与佛菩提无比言行于一世界尽不可说不可说皆心菩萨心无比言行修行一切世界无比言行观察是为一切佛法无比言行是为是若诸菩萨安住之法得等如来无比言无上大智佛子菩萨摩诃萨又是众差别智何等为是所谓智众生差别智智诸根差别智智业报差别智智受身差别智智世界差别智智法界差别智智诸佛差别智智诸法差别智智三世差别智智一切语言都差别智是为是若诸菩萨安住此佛得得如来无上广大差别智佛子菩萨摩诃萨又是众陀罗尼何等为是所谓闻是陀罗尼是一切法不妄是故修行陀罗尼如是教观一切法故是为陀罗尼了知一切诸法性故发光明陀罗尼造不思议诸佛法故三昧陀罗尼不异现在一切佛所听闻正法心不乱故愿听陀罗尼解了不思议一生因缘故三世陀罗尼演说三世不可思议诸佛法故种种辩才陀罗尼演说罗遍诸佛法故出生无碍而陀罗尼不可说佛所说凡法最大文故一切佛法陀罗尼安住如来离无为故是为是若诸菩萨以得智法当勤修学佛子菩萨摩诃萨说是众佛何等为是所谓纯正觉佛愿佛曰报佛住持佛涅槃佛八戒佛心佛三昧佛本心佛最要佛如为是佛子菩萨摩诃萨佛是众佛现心何等为是所谓八大慈心救护一切众生八大悲心大一切众生受苦故发一切事心悉舍所有故发念一切智慧受心要求一切佛法故发功德庄严心学一切菩萨心故发入金刚心一切诸受身不忘事故发入海心一切百经法悉流入故发入大圣王心一切爱眼界人受故发安逸心是一切众生我不为故发不若波罗蜜究竟心常观一切法我所有故事为是若诸菩萨安住此心即得成就佛前善教之佛子菩萨摩诃萨又是众不现行法何等为是所谓愿诸未来一切皆不现行法愿供养恭敬未来一切佛不现行法愿安置一切众生于不现菩萨心不现行法愿寂静一切善根不现行法愿入一切波罗蜜不现行法愿满足一切菩萨心不现行法愿庄严一切世界不现行法愿生一切佛刹不现行法愿生观察一切法不现行法愿以一切佛国土证无上菩提不现行法是为是若诸菩萨勤修成佛即得满足不现行愿
愿佛子菩萨摩诃萨以是众观众生而起大悲，何等为是所欲观察众生无依无惑而起大悲，观察众生心不调顺而起大悲，观察众生贫无善根而起大悲，观察众生常业熄灭而起大悲，观察众生心不生恶而起大悲，观察众生愚不受不而起大悲，观察众生莫生死害而起大悲，观察众生常因疾苦而起大悲，观察众生无生法欲而起大悲，观察众生是诸佛法而起大悲，是为是摩诃菩提心性观察众生佛子菩萨摩诃萨有是众法菩提心因缘，何等为是所谓为教化调伏一切众生故，发菩提心为除灭一切众生苦集故，发菩提心为与一切众生居住安乐故，发菩提心为断一切众生愚痴故，发菩提心为与一切众生佛智故，发菩提心为恭敬供养一切诸佛故，发菩提心为随如来教令佛欢心故，发菩提心为戒一切佛色声香好故，发菩提心为入一切佛光大智慧故，发菩提心为显现诸佛力无所畏故，发菩提心是为是佛子若菩萨发无上菩提心为我入一切智智故，清净供养善知识是因其是众心，何等为是所谓其即是心欢喜心，无畏心随顺心，无依求心依相心，同善根心同愿心如来心同圆满心，心是为是佛子若菩萨摩诃萨即如是心者得是众清净，何等为是所谓身心清净，道义究竟无是坏故，色心清净随其所依为是现故，心身清净了达一切诸语缘故，辩才清净善舍无边诸佛法故，智慧清净舍离一切愚痴暗故，受身清净具足菩萨自在力故，全数清净成就过去同心众生众善根故，果报清净除灭一切诸业障故，大愿清净愿诸菩萨心无恶故，诸心清净亦不现身而出离故，是为是佛子菩萨摩诃萨有是众波罗蜜，何等为是所谓是波罗蜜，心摄一切诸所有故，皆波罗蜜，尽佛皆故，人波罗蜜，诸佛人故，尽尽波罗蜜，一切所作不退转故，人波罗蜜念一尽故，波罗波罗蜜如是观察一切法故，智波罗蜜如佛力故，愿波罗蜜满足不懈诸大愿故，神通波罗蜜实现一切自在用故，发波罗蜜摩诃一切诸佛法故，是为是若诸菩萨安住此法者得具足如来无上大智波罗蜜，佛子菩萨摩诃萨有是众智随觉，何等为是所谓一切世界无量差别智随觉，一切众生皆不可思议智随觉，一切诸法亦如种种种种如意智随觉，一切法界广大智随觉，一切虚空界究竟智随觉，一切世界如过去世智随觉，一切世界如未来世智随觉，一切世界如现在世智随觉，一切如来无量心愿皆于一智而得圆满智随觉，善事诸佛皆同一心而得出离智随觉，是为是若诸菩萨安住此法则得一切法自在光明所缘，皆满于一念心，心能解了一切佛法，真等真觉佛子菩萨摩诃萨有是众真智，何等为是所谓是一切法一相，是一切法无两相，是一切法在一念，是一切众生心心无碍，是一切众生诸根平等，是一切众生烦恼习气心，是一切众生心是心，是一切众生善不善心，是一切菩萨愿心自在主持变化，是一切如来具足实力，真等真觉是为是若诸菩萨安住此法则得一切法身巧方便，佛子菩萨摩诃萨有是众力，何等为是所谓如一切法自心力，如一切法如幻力，如一切法如幻力，如一切法皆是佛法力，愿一切法无染浊力，一切法生命皆离，愿一切生命皆离，
善知识，恨不舍利，尊重心理，令一切善根顺之，无生之往理，令一切佛法顺心不帮理，令一切智心不退，善巧理是为是，若诸菩萨安住持佛舍，即如来无上诸利佛，此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平等，何等为是？所谓与一切众生平等，一切法平等，一切刹平等，一切顺心平等，一切善根平等，一切菩萨平等，一切愿平等，一切波罗蜜平等，一切心平等，一切佛平等，是为是若诸菩萨安住持法则得一切诸佛无上平等法，佛此菩萨摩诃萨有十种佛法是一句，何等为是？所谓一切法但有名，一切法有如幻，一切法有如影，一切法但缘起，一切法也清净，一切法但闻之所作，一切法实际，一切法无相，一切法第一义，一切法法皆是为是。若诸菩萨安住持法则，深入一切智智，无上真实义。佛此菩萨摩诃萨说十种法，何等为是？所谓说甚深法，说广大法，说种种法，说一切智法，说随顺波罗蜜法，说诸圣如来力法，说三世相应法，说令菩萨不退法，说赞叹佛功德法，说一切菩萨学，一切佛平等，一切如来境界相应法，是为是若诸菩萨安住持法则得如来无上求说法。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智，何等为是？所谓智，所及一切福德善根，持一切如来所说法，持一切毗黎，持一切法力趣门，持一切诸神陀罗尼门，持一切诸依摩诃，持成就一切菩萨法，持一切如来所说平等三昧门，持一切法照明门，持一切诸佛神通有悉力，是为是若诸菩萨安住持法则得如来无上大智，住持力佛智菩萨摩诃萨有十种辩才，何等为是？所谓与一切法无分别辩才，与一切法无所作辩才，与一切法无所住辩才，与一切法了大空辩才，与一切法无一暗辩才，与一切法无加倍辩才，与一切法自觉无辩才，与一切法闻觉差别善巧辩才，与一切法真实说辩才，与应现众生心灵欢喜辩才，是为是若诸菩萨安住持法则得如来无上巧妙辩才。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自在，何等为是？所谓讲话调伏一切众生自在，普照一切法自在，修一切善根性自在，广大智自在，无所一切自在，一切善根回向菩提自在，清净不退转自在，智慧随波一切众魔自在，随所摇于临发菩提心自在，随所应化现成真觉自在，是为是若诸菩萨安住持法则得如来无上大智自在。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无著，何等为是？所谓与一切世界无著，与一切众生无著，与一切法无著，与一切所作无著，与一切善根无著，与一切受生处无著，与一切缘无著，与一切心无著，与一切菩萨无著，与一切佛无著，是为是若诸菩萨安住持法则得速转一切众生得无上清净智慧。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平等心，何等为是？所谓清净一切功德平等心，法一切差别缘平等心，与一切众生生平等心，与一切众生业报平等心，与一切法平等心，与一切境会国度平等心，与一切众生皆平等心，与一切心无所分别平等心，与一切佛力无为平等心，与一切如来智慧平等心，是为是若诸菩萨安住其中者得如来无上大平等心。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诸生智慧，何能为是？所谓知一切众生皆诸生智慧，知一切佛刹种种差别诸生智慧，知十方王分界诸生智慧，知同样的一切世界诸生智慧，知一切法一心种种心广大诸生智慧，知一切种种生诸生智慧，知一切世间
颠倒万象，悉无所作，诸神智慧之一切法，究竟皆以一道处理诸神智慧之如来神力，能度一切法界，诸神智慧之神是一切众生佛中不断，诸神智慧是为是若诸菩萨安住之法，则于诸法无不了得，佛之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变化而等为是所谓一切众生变化，一切神变化，一切超变化，一切供养变化，一切音声变化，一切心愿变化，一切教化调伏众生变化，一切真正觉变化，一切说法变化，一切将是变化，是为是若诸菩萨安住之法，则得具足一切无上变化法。佛之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力，是何等为是？所谓佛力，是法力，是众生力，是业力，是心力，是愿力，是境界力，是实力，是善力，是智力，是为是若诸菩萨安住之法，则于一切法得无上自在力，是色方光佛华严经卷第五十三，南无三曼陀摩诃那阿波罗蜜多哆遮遮那弥唵吉弥吉弥达达噶达那波阿三地波罗蜜多哆摩诃摩达达噶达那摩阿吽哆萨吽那摩三曼陀摩诃那阿波罗蜜多哆遮遮那弥唵吉弥吉弥达达噶达那摩阿三地波罗蜜多哆摩诃摩达达噶达那摩阿吽哆萨吽那摩三曼陀摩诃那阿波罗蜜多哆遮遮那弥唵吉弥吉弥达达噶达那摩阿三地波罗蜜多哆摩诃摩达达噶达那摩阿吽阿萨